你看看，那个标志多么简洁有力啊！哎呀，你看还有一个标志，你很猛哎！这个 logo 的配色超级经典啊！都做了一年了，才80几个订阅，一定是没有好 logo 的关系。该先优化产品还是设计 logo 呢？好吧，试试这个。不是啊，这是哪门子设计啊？给我灵感啊！哦，看看这些书，这里面很猛呢。要怎么让 Tennis DB 的标志强调发球分析呢？啊哈！哦，什么鬼啊？哦，shit， 感觉不太行啊，不然丢到电脑里试试好了。啊，就是你啦！出来吧 ，Tennis DB！ 欸，小哥啊，一个人来打球吗？不是欸。我看你一身横练筋骨，绝对是练武奇才，想不想举起大满贯金杯啊？我打网球就是为了举起大满贯金杯啊！这么有野心啊，那你一定要试试 Tennis DB， 它能让你分析自己和专业选手的发球动作有什么不同。有 Federer 的发球动作吗？ Tennis DB 是刚创立的，所以还没有哦。那就算了。别这样嘛，你也可以参考其他选手的动作呀，比较不同选手的发球慢动作，可以让你进步更快哦。不要，只有 Federer 才会打网球，我就是为了拿到跟费霸一样多的冠军，才去买他的衣服和留他的发型。穿上 Federer 的衣服后，反拍都变得更猛了。认真？没听过哪个伟大的球员是靠外表拿下冠军杯的啊？成功都是靠时间的淬炼欸。才怪，你得先被人们看见才可能成为冠军。每收集一把费霸签名球拍，我都觉得更像 Federer 一些。难怪你还要靠 Tennis DB。 但你跟 Federer 打球的话还是赢不了他啊。放心，我还年轻。I'm gonna break the wall to unite people from different races.